当代娇生惯养护肤品。欢迎欢迎，哎呀，可算把你们盼来了。您已经等很久了吗？就是去年双十一一直熬到今天618，公司预算不多，你不是不知道我多缺人手。咱们开始面试吧。等了这么久，您为什么不去钟点日上看看呢？比如这瓶夜王后精华只要。经理，我不能见光。我也是。问题不大，避光的问题后续我会安排防晒同事来协助你们。我和防晒合不来，会搓泥。我也是，都等你们这么久了，忍一忍也就。天哪，我真的需要他们吗？我是不是被他们 PUA 了？万一都不合适怎么办？我要怎么选？要不再等等？我们明年618，再看看有没有缘分吧。不是经理，我刚也想问的，你想招我们，干嘛非要等618呀？什么意思？像您这样想招大牌美妆护肤品又看重性价比的猎头，咋还只盯着618呀？应该择优去钟点日上平台呀，他家主打的就是一个无需等待，价格天天618，不管您缺啥，随时随地招聘，到岗速度还快。而且钟点日上都是品牌直采，是中国免税品集团下的品牌零售平台，有正品保证的。要是这还不保证的话，您只能去各大品牌生产线上招人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根本不需要等那么久，也不需要比价，就可以把你们仨 all in？ 不然呢？你们仨今天我都签，好久没有痛痛快快的护肤了。要招护肤岗啊，我还没面呢。你谁啊？辞职就是最好护肤品。谁赞成？谁反？你有事吗？